今天还是讲《法华经》的常不清菩萨品，大家还是从那个二之五第六段，二十五页第六段，把正文再读一遍。得大事，以何因缘名常不清？是比丘凡有所见。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皆悉礼拜赞叹，而作是言：我身净汝等，不敢轻慢。所以者何？汝等皆行菩萨道，当得作佛。而是比丘不专读诵经典，但行礼拜，乃至远见四众，亦复故往礼拜，赞叹，而作是言：我不敢轻于汝等，汝等皆当作佛。就是这一段文呢，是相当的，就是这一品的那个最明显的地方，也就先标出来。它的跟人家特殊的不同的地方，这位比丘呢叫常不清比丘，可是他是比丘呢，又是行菩萨道的比丘，那比丘跟菩萨呢，以我们来说，大家常常在受戒的时候呢，都是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、我是沙摩那，还有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这里面没有排菩萨。可是，在成佛道上面呢，除了声闻众，现在前面念的这些都叫声闻众，再来就是菩萨众。声闻众常常也叫做声闻众、缘觉众，再来就是菩萨众，然后成佛，就在成佛道上面是这样说的。那这位比丘呢，他不仅是比丘的身份，受比丘戒，同时呢，他也行的是菩萨道。那所谓的菩萨道，不是只有在座各位是菩萨哦，你们是不是菩萨？你们受了菩萨戒没有？还是人家称呼你菩萨就菩萨起来了？啊，确实是菩萨，确实是菩萨。我们要这样跟自己说，确实是菩萨。因为有信仰佛陀，有三皈五戒，一定这个三皈五戒十戒是有的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呢、啊？至少有读研读班吧，还是有的没有人读研读班的请举手，拜托，现在正在报名啊，赶快来，对吗？哈，那个还对佛教如果不理解的，其实是那个读研读班呢，只是叫做我们作为一个对佛教的认识，其实说对佛教的认识，也是对一个叫佛教在说什么。很多人在信仰佛教在说什么，它跟我们民间的信仰有没有一样？所谓的民间信仰不是要道教，必先讲好，道教又不是这样，佛教就是佛教，道教就是道，道教就是道教。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回教，那个是叫世界性宗教。那民间信仰呢，是我们民间拜祖先、拜王爷公，有无？拜地基主，对吗？吼，还有应该很多啦。那个拜的那个，实际上都不太一样。在印度，他们的婆罗门教其实也是他们的民间信仰，
那佛陀呢，常常说呢，那个一个婆罗门，不是因为他生下来就是婆罗门，因为爸爸都阮汉族的啦，阮汉民族，所以阮都较高尚啦，是吗？民族嘛比较高尚，怎么会没有呢？你们觉得有还是没有？他的高尚不是来自于你的血统，而是应该来自于你对世间的一种善举跟信仰。除了血统以外，还要再提升。那是佛陀说的了，在菩提前野的大门口，就竖一个 很高的标杆。他说：“人之所以伟大，不是因为我的血统而已，而应该要有更多的是对世间的善举，对道德的践行。所以那个民间信仰还可以再提升，可以再提升。有信仰还是好的，但是有信仰最近鞭炮放成那个样子，我觉得很难过。前几天我们那边刚好是那个附近村民在台独公生天中心，天不是天中心没有天上台独公是什么？哦，波星嘛，不是波星，波星台地。哦，一直放鞭炮，一直放鞭炮，白天在放烟火。我想说啊，你的鞭炮怎么会跟得上太阳的光呢？结果有一个居士在那边扫地，他就说：“师父，只要放鞭炮，人家放鞭炮，我就很难过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难过？”他说：“以前哦，我们家附近也是人家在放鞭炮，我爸爸就出去看，伊唔知惊，唔知人咧放炮，伊都爱徛跟风头，唔当徛跟个风尾。”懂意思吗？先前一堆炮啊烟，伫倒啊，为只扫入去，就开始头晕。回家，他们家里人都不知道。结果怎么想说，爸爸怎么出去哪里是去哪里，他们都找不到。原来他已经在厕所里面死掉了，所以。附近的人就跟他说：“啊，您爸爸吼都是去做台独公啊啦，去做神啊啦。你想安尼是不是？你讲，我每一年这个时候，我都很难过。”我要想尽办法赶快去做一点善，一点功德，来怀念我的爸爸。因为在放鞭炮当中，他自己不会保护自己，他去生炮仔烟，还是在生炮仔烟的那款功德。不过说真的，我这样讲顺便告诉大家，人家现在是放烟火，在放鞭炮的时候，你要站在什么地方？都要站风头，不能站风尾，懂吗？哦，这不是叫不好意思吗？那什么叫炮烟呢？它全部都是炮灰的那个烟啊，那是有毒的。好。那现在在讲的是，一个是比丘，一个是菩萨。他是呢，菩萨的最大差别是，不仅他自己要自利，还要利益世间，利益世间。那意思也就是说，要利益世间，当然是各个层次不一样。出家众
比较偏向的是，好像呢都是以僧人特殊的身份为主，但是菩萨呢就不一定全部都是只有在家众，出家众也有。然后常不清菩萨呢，他有几个特殊点，就是说他有呢声闻众，又呢那个发菩提心、发大心，所以只要发大心的都是菩萨。他的动作呢，他有一个很跟人家不太一样的动作，他常常呢遇到不管是比丘、比丘尼，或者沙弥、沙弥尼，或者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也就是不管出家的男众、女众，在家的男众、女众，他就去礼拜、赞叹、赞叹人家，同时也要说话的哦。说什么话？叫我身见汝等，如不敢轻慢。所以则何？为什么我要这样的赞叹你们呢？因为你等皆行菩萨道，当得作佛。你们也都是在行菩萨道啊，当得作佛。那意思就是，什么叫做行菩萨道？什么在说行菩萨道？你们所作所为，所有的这些，只要跟菩提心相应，每一个动作都是菩萨道。所以呢，当得作佛，你们将来也是要成佛。当得作佛是现在作佛还是未来作佛？因为当叫做未来，当就是未来，这是未来世的哦，这是未来世。而是比丘，这位比丘呢，他的行门、他的功课、他修行的方法跟别人又不太一样，不专读诵经典，但行礼拜。他不是读很多经典，他只有呢，就是到处去礼拜、赞叹人家，乃至就是这样超越了，中间。他什么动作都可以，还有另外一个呢，乃至远近视众，远远的看到，就是很远的路途。如果在就近，当然是这个样子；如果是远距的呢，或者是到他方的地方去了呢，他仍然还是如此，亦复故往礼拜，还是特地的跑去礼拜赞叹。这个远见示众，亦复故往礼拜赞叹呢，这个是我们的戒律。我们哪个地方如果有大德，他在弘法，如果不去礼坐，不去听经呢，事实上是犯戒的。现在台湾弘法这么普及以后呢，事实上如果天天跟了，真的是昏头转向，所以现在不太有这个样子。我早期确实是这样，那些长老比丘呢，他们在说法的时候呢，我们都要去穿袍大衣呢，还要持具去顶礼。那现在很少了，真的确实是很少。不过几位大德呢，像那个印老生前呢、或广钦老和尚，或者圣严法师，或者是道元老和尚、忏公师父，他们生前的时候，我真的都还是要去，年年都要排时间去顶礼。这些人慢慢的都坐骨啊，都圆寂了。他特地跑去顶礼，就是礼拜、赞叹。同时也要说，我不敢轻于女等，汝等皆当作佛。就是我不敢轻慢你们，那你们呢，也都要成佛的。当我们在顶礼大德的时候呢，这一句话是轮不到我们，
晚辈的说嘛，哦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呢，对平辈或者是晚辈的人，那当我们又要说我不敢轻于你，汝等皆当作佛，那又怎么说呢？又怎么说呢？这个意思也就是说，这个叫对待，这个就是他的法门，就是修这样的法门。他是修这样的法门，当他修这样的法门的意思也就是说，你们尽管现在还没有成佛，那呢，人人都可以成佛，当然你们也是可以成佛的，你们也是可以成佛的。所以呢，紫竹林精舍在门口只要走进来，他就先跟大家讲这句话的。可以成佛，那成佛是要学的，是要学的，对，是要学，要学佛，要成佛，成到哪里去呢？或者是什么叫成佛呢？这个意思也就是说，我们一定在这句话上面，这个是常不清菩萨说的话，但是在中国六祖慧能大师佛教传入中国，在中国创立的一个宗派就是中国禅宗。六祖是一个樵夫，他去看五祖，五祖问他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我从岭南来，来这做什么？他说，我来这里求做佛，就是要做佛，汝等皆当做佛。所以他说，我就是要来做佛。那岭南的人没有佛性，你怎么哪能够成佛呢？这个就是佛教的最高最高信仰，也最高礼则。基督教、天主教没有说我们要来做上帝了，没有。没有，这个叫做佛教，佛教中所要说的只有是什么？人人都有佛性，人人都可以成佛。那佛性在哪里呢？这个叫做本自具足，不是要再去找佛菩萨求，找谁求？找父母亲求，或者是我岭南的人，我是哪里人？我不行，我书读的少，不可能的。我年纪大了不行，我是男生，我是女生不行。没有这样说。找岭南人，那时候五祖跟他说，岭南人没有佛性，哪里能够做佛？他说，人有南北，佛性哪里有南北？如果我们要说的话，人有白的黑的，我们这里是 黄色的人种，也有男的也有女的，也有读书也有不读书的，有的书读多一点，有的书读少一点，有的富有，有的是没有钱了，没有钱不等于叫做我不是人呢，是吗？没有钱就叫做就不像人吗？你像不像人？对吗？这个才叫做是什么？你本来就具足，不嫁他求。居然有，我为什么这么苦哈哈的呢？你们苦的是什么？苦的人家住洋楼，住那个地堡的啊，我是住什么？住一楼，住一楼怎么样？人家开轿车，我
我骑脚踏车，不然用走路的算了啦。坐公车不也很好吗？这个叫做要先跟自己说，我少了哪一块？佛性本来就有，但不等于现在就成佛。这个叫所谓的做佛，是叫人生到世间就有那个潜能。你有潜能，你可以再栽培。栽培有时候是看外在的，有的呢是看自己呢，自己的德行。所以佛经常常会用很多的譬喻，会用很多的譬喻。所谓的譬喻呢，就是说佛性是潜能。我们像说，哎，米，我们种了米，种了高粱以后，米里面如果怎么样弄，就会酿出米酒出来，是不是？米现在有没有酒？它有那种基因，但不等于现在有。你把它加了因缘，它的因就在那个地方，你加进了缘，加进了什么东西呢？它就发展出来。所以那个字本来具足。所谓的修行，绝对从你的身心，你再增加一些东西进去。所以所做的事情，不管大件小件，一定要让回到自己身心上面，让自己身心可以安下来。有一种你自己是知道的，你自己是知道的，但是你做什么呢？那你本来就在世间嘛，你一天也没有停过，你没有一天停过，怎么停过呢？你所做的这些不都是菩萨道吗？菩萨道是什么？成佛以前所有的行为全部全部都是，没有一样不是。所以修法再让自己身心安顿，让自己身心安。我举个例子哦，有一位那个白居易，他问鸟科禅师，那因为鸟科禅师呢，白居易那时候官做得很大，唐朝的一位文学也是也很有名的，他就问一位禅师，那鸟科禅师住在树上，他看他住在树上啊，如果翻个身不就掉下来了吗？他说你住在树上不是很危险吗？他说是啊，怎么会危险呢？你在朝廷当中工作不也是很危险吗？我们在哪里工作才有危险，住在哪里才不危险？尤其现在的台湾官场朝中危不危险？危哈，什么危险？好像天天都有新闻可以看，结果你把它看作新闻也可以。我是说选几个出来当了那个，当大家呢茶余饭后可以谈论的，
不过他们如果把我们的政治搞坏掉，其实也是蛮可怕的，那才是真正的影响力的危险，已经不是那个位置危险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所以一个人住在树上危险，其实更加危险的是他的影响力，他的影响力。所以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，我最近也刚好看到一个就是想想也是叫做我们怎么样来看待问题。